即摆即个台湾影投出来即个吼，就是故乡的菜，都拄正想的，就是敢若即首是李建平老师就是作词，即个是一个台语诗人，叫做陈明仁吼。你若要有台语，有台文博报，伊就是社长。啊，伊写即个歌词写了真水，啊，足侪人听伊讲已经有十外人甲伊做客。我伫网络，我咱听本来版本迄个曲，据我听了上解好，就是咱建平吴老师做的故乡的菜，不只上尾啊一首，实在有够水的，是不是？是。这面是毋是讲好朋友家己安尼来甲报啦？吼，你家己会当去网络 YouTube 去甲听看卖咧吼。真正有其他的人做其他的话，这个词类是偏迄个客家古董歌，建平吴老师就真水。咱即摆就来听建平吴老师的弹唱，来给咱做一下分享。